就是爱运动，我是夏雨欣。今天各位福利来了，为什么说福利来了呢？因为今天有四位 HBO 的球星小鲜肉要来跟我们一起运动，今天好好的操练一下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操练这件事情毕竟我没有证照，我也不能教，所以今天还是要有请到我们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 Peggy 老师。那相信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我们的篮球赛事的话， HBL 已经进入白热化的总决赛咯。是的，今天好来操练他们一下。老师你 ready 了吗？ 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套，就是利用篮球然后做一些我们的核心训练，然后帮助篮球员增加我们的肌力。 Go！今天有两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第一个动作是篮球的腹肌丢球。好的，好，那首先我先坐下来，我们请要训练的人，我们先坐在地上。那首先我们坐下来之后呢，背部要打直，维持脊椎排列一直线。接着我们膝盖微弯，然后慢慢的把身体往后倾，然后脚抬起来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准备接球喽。来，挥手，对，然后再丢回去，哎，旁边哦。那记得我们背一定要打直，脚腾空不落地哦。很好，那雨欣要不要换你来啦？好，换我。OK， 你好，准备接球喽。来 ，OK， 嘿，很好。对，那我们上下左右都可以丢，挑战一下腹肌核心的稳定。好，成功。简简单单，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，老师？接下来就是手脚传球，一样我们使用篮球，接着我们会用手碰着传给脚，脚传给手。那雨欣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看起来蛮简单。好，那我先讲一次哦。那待会我们就一样是坐下来，是。之后我们先脚夹着球，慢慢躺下来，接着用你的腹肌的力量把我们的球带高，抬到肚子上。接着我们手接好球，慢慢下去。哦，对，再上来，然后再慢慢下。那记得我们下的时候腹肌都要 hold 住，让腰不要太腾空。OK， 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就交给你喽。Let's go。好，接着用你的腹肌吐气上，摸不到，加油加油了吗？好，慢慢下，吐气上。好，当你摸不到球的时候，就是要把你的上腹肌拿出来了。很好，最后一下。好，慢慢下放休息。限时30秒，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，会进行快问快答，球星们3秒内要答出来。快点哦！你心中的女神是谁？那个 Brad Pink 的技术。好，第二题 ，HBL 最不想遇到的队伍。都想。你的偶像是谁？闪电侠韦德。如果教练和队长掉进水里，你会救谁？他们都会游泳呢。那我先救教练好了。最爱的篮球员是谁？那就是跟刚那个偶像一样，韦德。最喜欢自己什么地方？很快，有一个自信。你心中的女神是谁？我不知道。HBL 最不想遇到的队伍？每队都不想遇到我们。你的偶像是谁？卡梅隆。如果教练和队长掉到水里，你会救谁？队长。最爱的篮球员是谁？卡梅隆妹。最喜欢自己什么地方？鼻子。用一个形容词形容自己。狠。没打球的时候都在干嘛？掉下。你心中的女神是谁？哎呦。HBL 最不想遇到的球队是？都想遇到。你的偶像是？我自己。如果美丽老师和天星掉到水里，你会救谁？当然是救美老师啊。哎，好。最爱的篮球员是谁？浩宇姐。最喜欢自己什么地方？眼睛。用一个形容词形容自己。善良。没打球的时候在干嘛？睡觉。好的。好嘞。你心中的女神是谁？心中女神，我妈。HBL 最不想遇到的队伍，男生。你的偶像是谁？
枪，自己。如果教练看我宋金浩掉到水里，你会救谁？我教练，亲爱的，最爱的篮球员是谁？教练圈，宋金，我 Curry。最喜欢自己什么地方？自信。我靠，抽筋了。赞赞赞！掌声鼓励鼓励，厉害！果然是专业的运动员，这些小挑战难不倒他们啦，对不对？那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呢，有一个好看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 HBO， 对不对？是是是，非常热情。心中你有没有哪一个队伍是最有冠军相的？现在立刻到我们的爱运动粉丝团下面去留言，你觉得哪一个球队最厉害，就是他是冠军了。如果你猜中的话，告诉你，你就会有机会抽到我们的 HBL 的决赛门票，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希望你赶快留言，希望你中奖。那一样，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今天就拜拜喽，拜拜。